台下的凝聚，是为了共同的热忱；台上的较劲，是为了个人的荣耀。他一出来就很亮，他的拉音很稳，劲爆全场。我要做今日的冠军，我们简直是歌台界的完美天使。要有极高的天分才能登上宝座。歌台新力量，五月二十五号起，每逢星期一晚上八点，八匹道劲爆登场。启蒙晚不代表战败，只是我离胜利更近。我们夫妻档默契十足，一定能在歌台上劲爆全场。就让你们尝试什么叫高超的台风，凭着我中性独特的风格。